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你们来中国以后，有没有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习惯跟你们国家的很不一样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。一、中国人喜欢喝热水。二、中国人娱乐喜欢去 KTV。三、中国女人夏天喜欢撑遮阳伞。四、中国人喜欢抢着买单。五、中国人喜欢吃鸡爪和猪蹄。六、中国女人生完孩子后一个月内不让出门，叫坐月子。七、中国人习惯洗完衣服晾在外面。八、中国人习惯晚上洗澡。好了，你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。